Tama. Tama.晚安，谢米酒，谢建谷。真正的，好好笑哦！你们加入了谁的联盟？说来听听。怎么可以没有我呢？我们是氪金王哎、欸！然后在这伤心怎么样啦？什么啦？我想听，快点。比你早加完加的都过生日吗？你还没？为什么？你怎么还没？我都玩那种没人在玩的游戏吗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都玩吧。只是我现在真的还没有，根本就没在玩了。然后我现在留在我手机里面的也是，就是那种益智游戏而已。以前还是会玩那种比较多人玩的啊。手机，晚安，晚安。你真可爱，宝贝。那个益智游戏，你下载了很久都还没打开来玩，没关系，益智游戏并不是适合任何人的。每个人有喜欢玩的不一样啊，也没关系。Crossme 用平板我很赞，对啊，因为用手机那个画面实在太小，但是还是可以放大，虽然就是没有办法放多大。用平板玩的确比较不商业，要是有结联盟就好了。我也想，如果有我的联盟，我应该会氪爆，先跟我妈讲一下，然后就氪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彩色的比较简单嘞，心仪 Crossme 彩色比较。我也支持阿杰联盟，可惜没有我。第一天封顶 VIP 食物，有那么夸张啊？看，
居然没约。晚安 ，Real Life。晚安，晚安。要是有七七阿姐就可以互打，哇，要互打是不是？内斗，内斗。嗨，原来彩色将军吗？哎，我最近很少开 cosmic， 越来越少。忙了，忙了，开始忙了。我看一下我的彩色。哎，你玩到将军了、哦，我彩色才玩到浪人呢、欸。其实我是种，又是种子选手是吧，雨蕊？什么游戏没有我？我们那个啊，新合作的游戏《王国纪元》没有。周六忘记有我，怎么没关系？也扣。这样你要加雨晴还是杰？当然是杰吧。你是想那么多啊，阿凯，干什么东西？哦，前面蓝的哦，新一。还可，晚安，好吗？没放音乐，游戏箱太可以了。今天不是刚睡醒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刚睡醒直播了。今天那也叫你睡不啦，我自己加进去六级就可以开联盟，我们一起打起来，我就不要啦，不要跟人家在那边，哎、欸，他们那个前几名还有东西可以抽哎、欸，我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抽哦、喔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在那边，要等下再买，我今天没有，我今天我吃饱了，雨人。参加联盟跟达到城堡等级10的玩家将赠送活动原创贴纸。然后，我记得不是什么前三名可以。干嘛干嘛？暴冲怪。这么早要吃饱有吗？下课回家就饿了。嗨，草莓酱。城堡十一级了，阿凯哇！我自掏腰包送红包，不要嘞！不要这边，白痴哦！在车上快睡着。还是我就匿名，随便用一个那个名字，然后去我看看要参加谁的联盟哈。嗯。没有厘米的任何人看是要品寒的吗？我们这一组的想课却不能课的心情我懂吗？你可以现在课今天提早下班，为什么你为什么提早下班那么好？我今天还没上班。我们现在选哪个联盟啊？你们当我玩吗？还是就只有俊跟阿凯？哎，阿北，不要再瞄准我的手了，炭吉，拜托。炭吉感觉我变胖一点点，你还没下载键。YPP 是阿潘，
对吧？我没有意会错吧？这种一起玩游戏，打爆别人的感觉。我账号名我没有玩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没有玩啦，我没有玩，不要听我，不要听我在那边瞎扯，我没有玩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玩，你们自己想去哪就去哪，不要管我。我没有玩，被我养胖了。对啊，他应该他感觉有胖一点点。今天偷一点食宿，跑完课就偷回家。好哦，薪水小偷瑞瑞，不可能在上面开飞枪吧？也不可能吧？哎，好的，小迪，看一下大家的那个名字。哦，小迪没错，还有谁？看一下，雅恩跟品涵，好好奇大家的名字。手把太可爱吧，手把。Ping， 今天一个半对哦，我今天到七点。没有的联盟啦，保罗，我真的没有玩你们，好好笑哦。我没有上了看板就退坑了吧，我大概有继续持续半年左右。我真的没有玩齁，不要偷偷去打爆，没有没有，班杰退休的啦，人家退休了。如果我要一个联盟，我要叫什么？那我觉得手把那个名字超棒的。为我们开始进咖啡就先全倒光，能不能怪我们啊？只能三个字母或数字的样子。嗯，想想哦，我就解嘛，就解哦 ，J I E 哦。嗨，小姨，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劲好大，好恶心哦！怎么今天看的眼睛那么大？难得觉得自己眼睛好大，发生什么事？职业联盟听起来超欠人家打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哈？也哪里正的、啊、奇怪，不然要避吗？感觉还是要有一个我的名字，可是我也叫对啊，我就叫阿姐啊，林姐还没有了，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有要创名字，我们不思考这个困难的问题。在取什么名字？没有啦，最近我们不是有那个嘛，跟那个王国纪元合作，然后他们就有自己的联盟，然后他们就是联盟的名字。所以我刚刚在思考，如果我有的话，我要取什么？我觉得我大概在一个礼拜就会入坑，不会好不好？哈 ，LJG， 这
这很难想到哎、欸、，LJG 很难哎、欸。好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这回事。晚安 ，Cody。听不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懂小姨。你刚起床是不是？就不要晚上被你搜寻到杰联盟，搞不好已经有喽。没关系，大天。SNW 是什么的声音？听起来像电竞队名吗？哎，和 J 区。晚餐该面还是饭？我刚刚吃饭。进。搞不好有人帮我创，他可能自己创自己的。你在上课的路上，哇，真乖呀，小雨。双什么？双马好，我谢喽，心怡。我今天到7点，我吃啥饭？我吃烧肉饭，烧肉烧鸭，烧鸭烧肉烧鸭饭。今天上海也超过30度，哇，30度！今天的台北，我看一下 ，right now 27。不过礼拜四、礼拜五又会变冷了，变凉变冷。下礼拜四五六日一都蛮凉的。看一下内件天气。台北市，对呀、啊，五六日一二都蛮凉的，还会下雨呢。四五会下雨，这是 no no。对啦，王国纪元啦，小姨，你以前有玩王国纪元？我好像没有玩过。破30也开始，对啊，上海一开始就。碳极联盟哦，碳极哦，碳极，嗯，可爱哟、哦，嗯，这么多可爱，真的超可爱，宝贝。刻在我前中并没有好吗？心怡，那是你的前世。气象主播，硬要 S M W 是什么梗？心怡的梗 ，Echo。天热了，可惜这边出不去买饮品，太可怜了吧？好严格哦。叫他名字会回，应该只是那个刚刚好而已。哟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，宝贝？打哈欠也可爱，嗯，就可爱了。你过生了，哎，恭喜你，阿凯，恭喜！游戏时速503，哎，你赶快去玩，快点，你赶快选一个人加入联盟，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个游戏，哈哈。现在不让出小区，很辛苦哎、欸，盘神。你找了一下，已经有杰联盟，而且是用西班牙文，居然绝对不是我。
王国纪元。那游戏要重新来过。对啊，就重新来过啊，反正他以前玩过，他就小雨就再重新来一次就好啦。我刚刚带你，然后就没有，我就没有玩，好，不要，我没有要玩，我没有要玩，拜托。西班牙小蜜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我入坑，你在玩？好，我好，希望以后还会有这种合作，好吗？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氪金吧。西班牙你来了，去吧去吧宝宝。下一张张传，而且必须啊，要不同手机哦。啊，一定是我为了避免被你们发现，所以才用西班牙文躲避。你想的想多了，大尖。确定要把话说这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我不会玩，是不是？是这句吗？地方选的不好，一天到晚被外国大佬暴打一顿，那要怎么选的好？你说说，你教教我，小雨。讲的好像我要玩。雨林感觉最弱，雨林最弱，我要我。成员是可以加入的吗？小死，开始去问自己，成员可以加入吗？对，我有把话说成什么，但至少这个礼拜我不会玩。带你飞，你才带我飞，保罗，请各位带我飞。啊，我就很想玩就玩啊，我没有很想玩啊。现在刚好是阿潘潘的第三名，你现在是他联盟的第三名哦，阿凯。等我碰见那种，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不要闹了，我觉得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月至少等他们活动结束之后才有可能，好不好？但我现在真的很少在玩游戏，我连我自己的游戏都很少开了，太多事情了，真的很多事。大家，谢瑞瑞，现在是讲的是小迪还是面面吧？加油，加油！大家一起加油！探极是阿杰最喜，探极怎么会是游戏？嗨，阿翔，晚安。感觉阿杰资金很多，赶快去吧。我没有，并没有。只是我现在很想观战，都看我玩得很嗨，什么东西玩得很嗨，什么意思？到时候大家都在玩，然后我没有话题跟大家聊。可是没有啊，我觉得这个，因为他们这个活动不是一个月吗？就。至少不要那么白目，这一个月还自己创自己游戏的那个吧。探极竟然是一款真正的撸猫游戏，真赞，小明。看戏群众，对，我想当看戏的，笑死。对啊，不太好啦。我只是想。我想观战观战。探极吃饭好可爱哟、喔，怎么那么 Q 啊？
感觉现在应该有三公斤了。他上次量体重是去年一月的时候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是12月的时候，12月底量的体重啊，他那个时候好像2.7公斤吧，现在应该有三公斤。嗯，他自动式的时候屁股会翘高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会翘高？还是有方面会翘高？他都坐着吃欸。还好没有熊卡在那边，笑死瑞瑞，笑死。我今天开到7点哦，期待五吗？五有点太胖了吧，今天。如果他再长大只一点，感觉五是可以啦。可是他以他现在的这个身形，五感觉就太胖了。坐着吃，对啊，坐着吃，超可爱的一口，刚好给我拿来健身。你说碳吉哦，三公斤听起来好可爱，碳吉听起来就很可爱吧？会变得跟肥橘一样吗？不知道，你说肥橘是橘猫吗？晚安，钟颖。五压着我，感觉我就会有负担了。对啊，现在其实没什么负担。我那天去果果家，然后抱体格，天啊，超重欸，怎么那么大一只啊？已经比你的笔电重了，居然。你也是想说他会不会更大只？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欸，因为他现在也还没有一岁啊，一岁感觉就是比较就是不会，就是在更大只的感觉。50公斤听起来好可爱，你哪里有问题啊？哪里有问题瑞瑞？碳吉就是03斤，03斤是什么鬼？ Tiger 比较长， Tiger 超大只的，他不管，我刚刚想讲长宽高，感觉不太对，他不管身形还是反正就是一只很巨的猫。滤镜有很大问题吧？对，你的滤镜有点太重了，瑞瑞。差不多该改名肥吉了吗？没有啊，他还是很瘦欸，他只是最近长点肉了，瑞瑞。Tiger 几公斤我不知道欸，但是真的好重哦。上次听到说智龙7公斤，哇，7公斤，跟狗狗一样长，没错，樱桃猫。碳吉的目标 Tiger， 我不要，我觉得现在碳吉就已经。这个身长就已经够了，你只要再长一丁丁肉就好了，就很棒了，对吧，碳吉？你朋友的猫5个月左右也在发情了，还长湿疹啊？真的、哦，长湿疹有没有可能是家里环境？还好碳吉都没有什么毛病。对吧，趁机。看他减几公斤就除以10。那碳基需要再涨欸。品涵是因为自己太瘦，所以都把期望丢在志同身上吗？他的期望真高。我之前去一个猫咪咖啡厅，然后里面有一只黑猫，超可怕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，可是我看到那个黑猫真的是有点吓到了，就是真的好大只哦。然后再想想我家的猫，天，我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可是我觉得我家猫是正常的大小啊，怎么会有猫长那么大只？好可怕哦！看它超不舒服的，一直舔来舔去。啊，那它。感觉很辛苦欸，就是又发情，然后又有生病这样。我的确是没看过偷拉阿翔。我有没有想过是山猫？哦，
哦不是吧，怎么可能是吗？干嘛？搞不好看只有棉衣猫嫌丑。哎，我你们不觉得暹罗猫超 Q 的吗？烧焦的脸超可爱的。虽然炭吉是整只已经焦到不能再焦了。山猫不能养，怎么可能是山猫？但不要，我那样说他坏话，景。嗨，人好，烧焦的脸，对啊，暹罗猫啊。如果是布偶猫会更大只，对啊，布偶，布偶猫超可爱哎，超可爱的，超像就是公主，然后又蓬蓬的。可是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布偶猫大只，可是它很可爱。可是我在那边看到的黑猫真的很可怕，就是黑黑的，然后很大只，讲这种废话，黑黑的，就是很大只，很可怕哎。哦，是啊，要一直亲是没错啊。炭吉这种短毛猫，我就已经有点快崩溃了，身上都是毛，到处都是毛。你礼拜六生日，那不要礼拜四再说，还是你礼拜四不会看？为什么还在想其他猫？吃醋啊，吃醋啊！阿杰猫属于什么品种的猫？我不知道，人类，我属于人类，谢谢。讲的好像我要养第二只，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很可爱。灵长类，没错，没错一口。你礼拜四不能看。好啊，今天。好不？两天都领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好，这是好痛。静静，过来。嘿。祝瑞瑞生日快乐，祝你祝你哦呼痛死了，好痛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痛，祝你今年不要再乱刷卡了，少喝点酒。祝你身体健康，然后祝你上班顺利，看表演顺利，祝你。会有空来看我表演好吗？就你去找小姨的时候，她不会再睡爆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里长城。生日快乐！
乔伊，笑死。生日快乐！这个男神仙要靠你了，小雨，请你加把劲。眼睛去，祝小雨生，不是小雨啦，瑞瑞啦。祝瑞瑞，祝瑞瑞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哇！生快生快！完蛋！完蛋完蛋！不要走心，我只是刚讲完小雨，然后还没有转过来，好吗？对。瑞瑞瑞瑞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好吗，瑞瑞？哎，30个太多了吧，笑死！脑袋还不上用场，没错，俊，这是什么的歌词？很搞笑。你去上你的课啦，臭小姨。勉强谢谢嘞。300个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夸张。你进。又抓到想跑哦，你是不是想跑走？啊！小心点！趁机哪天才可以休息？他每天都在休息的。不过感觉他最近有比较乖，有吗？有吗？他最近一直咬爆我的鞋盒，快疯了。然后还把我的窗帘就是搞个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，反正就是把一个东西用不见，然后我现在窗帘长得很奇怪。对，然后还把我绑好的缎带拆掉了，太棒了。没有比较乖哦，没有比较乖。还要只是咬爆鞋盒，没咬爆鞋子，是这样讲没错啦，雨人。谢瑞瑞，辉煌的事迹，请记下来。他来我家，现在破坏了什么？
水箱 ，Brita 水箱，然后一个化妆镜，然后我的窗帘，我的鞋盒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我摆好的那个，反正就是他跳上去衣柜之前，他会先经过一个柜子上面，然后那个上面有放的一些小玩具跟一些就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样。然后他每次上要上衣柜都会经过那边，然后他都会把那边跳的乱七八糟。那我现在已经放弃整理了。他没有玩鞋子耶，他就是玩鞋盒。现在看到 Kiki 还是会想到瑞瑞的前女友，我也会啊，这没有关系，人家也没在 care， 哈哈，他是他自己送的，不要白目一直讲就好。看起来还在可控范围，可控范围吗？他第一个破坏的是那个水箱，我就已经很傻眼了。哦，没有，他第一个是镜子，然后是水箱。我觉得水箱以外的东西都，我就是觉得还好，但是水箱正是，我处理的很累，这样。两惊叹息。好了，感觉这好像完全可以免疫。没有啊，前阵子在啃我的那个火箭哎、欸，还买得到的都是小事。妈妈，妈，跟水槽管理员请款，那哪有钱啊他？你有钱吗？你有没有藏私房钱？你说你有没有藏私房钱？没有跟我讲。嗯，你说啊，安吉，你说话呀。攻击我哎，凶巴巴的。安吉可能想要给晋级的他大大这样的，好白痴哦！大姐，唱起来，唱起来。要是猫咪抓到你的阿杰签名版，你会哭死，哭死，哭死。要收好啊！嗨，玉，俩丢，俩丢，笑死。被猫抓破的签名板，抛线洞标我。碳极破坏什么？我会真的生气气。碳极破坏什么？好像都也不会。我觉得如果他是把什么东西用坏，然后就是我可能要善后会很麻烦，我可能就会真的不开心吧。像那个水箱就是啊，他把它从上面用下来，然后整个地板都是水，我就用很久啊。但我能说什么？清完继续抱抱他，然后再买一个。咬爆萤幕！欸，我在看平板的时候，它咬我萤幕，欸，超烦的，超怕它咬爆的。抓烂的天线板就关紧闭一天，抓坏事源的就关一个吧。欸，差别对待，大家。破坏，
他和林姐妈妈之间的信任，说探吉和我妈。限量球鞋，我没有限量球鞋这东西。我的滤水箱应该不小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滤水箱，对啊。哑巴就可以跟妈妈一台新的了，我没有，我不需要新的，不要，我要就那一台，就是那一台，我不要换新的。不要帮我咬爆好吗，探吉，探吉小姐，你好可爱哦。我有在买一个啊，我就买一个新的啊，他就是他用坏之后就买一个新的啊。更高级的水箱，更高级的水箱是什么东西？探吉把平板也当镜子，所以有想给平板给他大大赞扬，大大鼓掌。好的，你怎么咬我？要这一台，那我们轮流使用嘛，小气鬼，轮流使用会不会啊？嗯，山川的味道之类的，可能有点太高级了，我用不到。哦，拥抱一下嘛，坏掉了吧，笑死小姨。轮流推下桌子，先不用了呀，阿凯。谢谢瑞瑞。探吉兄还是 Tiger？ 探吉兄。Tiger 超级超级超级无敌逆来顺受。干什么啦？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探吉现在很小吧。真气，我刚刚叫错名字，你说你跟小姨是不是？笑死！我今天特别执着，执着什么？我就想抱抱他。你为什么今天不给抱？你很讨厌。袜子都不穿好，袜子穿好。你只剩三只脚趾头有穿袜子的，穿好，快点。还乱勾我棉被，搞屁呀、啊！哎，还有人。越大只的都越乖，是这样讲吗？你看国直播 Tiger 们很乖，可是他都很给人家抱，哎、欸，也没有很给人家抱啦，就是他至少不会一直挥拳。蛮值得走心的，哪有不值得？好痛哦，痛死
根本没有见过面哦，大姐。七个都水果果丸，七个就是不会一直挥拳的、啊。他练习梦之中挥拳，练习了真久，正在渐渐穿上黑丝的部分。他从上往下穿来拉开，好不、哦？原来。你真的是歌词大王阿凯，谢谢听。太极还会自主练习，他并不会，好不好？你想多了。探吉在哪里？探吉现在离我有点远。探吉看过狗狗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他很喜欢去学，他现在没有，他现在躺在床尾。探吉只看过我，探吉有看过另一只其他的，就是其他猫咪啊，就一次而已。可是那次只看一下下，就是他去看医生的时候，然后就有见到一下这样。有炸妈妈有哎、欸，探吉在镜子里见过很多猫咪，是这样讲没错啦。晚安，晚安。我今天不要七点哦。见的次数应该足够社会化。你说，你说他在镜子里面吗？你家的猫之前看到客人的柯基炸毛后尾巴怎样变大的？
不要再好奇了。护唇膏而已，好不好？怎么突然想做快筛，笑死！真的好笑，笑会突然想做快筛，疯掉！先擦口红，再擦护唇膏。要先擦护唇膏啊！快筛要做快筛，都有很大的心理准备。鼻子都会超不舒服的。没有先擦口红，好不好？来，不要讨论我嘴巴了。你鼻子还好，感觉得开讲比较可怕，会吗？我觉得。反正也没有去哪里，也不会哦，也不会，就是有可能中奖。真的要出门吗？有哦，你还没快筛过，你怎么会没有快筛过？阿凯，我被捅过鼻子。我们都会快筛啊，不然护唇膏就没护唇效果。通常都会先就是。让嘴巴不要那么干，再涂口红吧，不然口红的效果感觉不会很好。会很痛吗？被戳鼻子超不舒服的。快筛比过敏痛苦，直接狂打喷嚏、狂流，真的狂打喷嚏，然后还会流鼻涕，然后打喷嚏、流鼻涕，然后一直流眼泪，超不舒服。没有需要执行快筛的理由，好吧？哇，原来大家都没有快筛过，我真的假的？居然，听在研究吗？你们居然没有快筛过？我们没有进公司都要啦，只是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就是练习比较长，然后又是很多人，所以我们。不定期的快筛啊，一开始进医院要，但你后来去大医院好像就不用。医院区域有关，
吉在发呆。炭吉，炭吉，不理我。有没有人抽到铃皮鞋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会发幼稚园会啦，会发啦，会发啦，会发啦。谢谢芋头。崩溃的影片应该，应该要先发照片吧。超烦，晚安晚安晚安。是戴黄色帽子崩溃还是制服崩溃？就那一套就是很崩溃啊，这是一个感觉问题，一个反正就是这一套很崩溃。我记得我拍那个游乐园的时候我也很崩溃，因为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感觉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很可爱，所以就很崩溃。所以才有那个放空照。跟我的风格不一样，对啊，防弹滤镜。我觉得幼稚园的对我来说是最崩溃的啦，崩溃！我都拍完了，你们还不买吗？是怎么样？我可以吗？不可以。cosplay 感很可爱，是可爱吗？还是有，我就不想讲啊。开游乐园是太多粉红色让我崩，就是对啊，就太粉红了，就整个就超级粉红，超粉红，超可怕。一看到那个主题就可以想象我白眼翻到多后面，也是没有翻白啊，那就是内心崩溃。游乐园只是很梦幻的可爱，这个是另一个层次的，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我看起来就是无法。我过来，过来。完全不理我。间谍装，我国小的毕设拍的很漂亮吗？丑死了。因为我妈就感觉很可以，我跟七七是在扮演什么？你又不懂，你不懂啊。这种没办法接受，也许吧，我们就是没办法接受。说不定是小亮最好。
是吗？会吗？希望如此，希望每个月的销量都很棒。这个难选，笑死。我很厌世吗？安姐是叫不来，翅膀硬了吗？她一直都这样。选择为了探及情人，我的表情，你要过来了吗，宝贝？没有，趴下了，讨厌。上次的是什么声音？阿杰先生写的叫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的神写真。探吉怎么那么可爱呀？探吉怎么那么可爱呀？探吉的领巾怎么那么可爱呀？特务吗？居然吗？唯一那张你明明就觉得很赞，你的滤镜。真写的把就没有灵魂，什么意思？该帮探吉买个幼稚园服了。他不会穿的。最崩溃的生写真前三名主题是什么？哇，我们拍那么多，你这样讲我实在是很难决定。居然是特务吗？行，三岁主题的落差实在是太大，是蛮大的啦。吉英怎么那么可爱啊？探吉，你的脸脸怎么那么小啊？探吉，哎，新一，帮探吉买防舔头套，我想买那种造型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他看起来舒服就可以。使用比较好。探吉穿黄色帽帽感觉很可爱，探吉感觉穿什么都很 Q， 长得 Q 就是 Q 弹。他说对，他说他怎样都可爱。谢谢瑞瑞，吉就是可爱长大。帮探吉买阿三头套吗？有猫咪的吗？哦，55分念排名啊！你吃可爱长大是吃林杰长大吗？不是，好可怕！就让我那个阿三头套给他拿，那个头套超大个哎，他是整个人要穿，整个包在里面吧？安吉，你过来一下好不好？可不可以过来？妈咪这边一下，拜托你动动一下你的身体。完全不理我。真的有猫咪戴上一块头套，真的假的？好酷、哦！那个是猫窝，对呀、啊，听，那个是猫窝吧？购物袋，对，购物袋装碳基。你还没找到粉紫双爱心，那就卖完啦，找不到，我也找不到。
开始不理我，完蛋，没有爱了，没有爱了，探吉，探吉，公主，大小姐，我有一颗，我只有一颗啊，我一颗 M 的，谢谢 Cody。把蛋挤放里面就可以拎着走，拎着走。哎，真可爱呀，我的宝！你最近也买了一条 Recovery 的手链，买了啥？晚安，田中，眼中只剩食物了，他现在应该就是什么都不想理了，萝莉。他刚才吃完饭。这几天天气炎热，洗澡是洗温水还是洗热水？洗热水。谢谢樱桃猫。粗麻花，麻花卷，好吃。你洗冷水还不如不洗，我也没办法洗冷水，太冷了吧？没办法驾驭爱心这种的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明天其他成员去浪漫，对啊，我知道。怎么没叫我？因为我三月已经去了，我去做了那个饼干啊，期待明冷泡汤。真香，哈哈，开玩笑死。谢谢瑞瑞，我永远都在做东西，手做采海芋，做粽子，做饼干。瑞瑞，这个我当然可以吃，我只有手都软，对我都要，我都没办法好好享受，都有的吃是没错啊，那个柴海芋那个蛋糕真的是有够好吃的，我等一下要念排名了，奶奶新一。哎、你好好讲话 ，Ray。谢谢田中，血流成河。泡汤丸吃日本料理也是很合理，我也是觉得很合理，古早味。想说很适合我去，可惜没有我。高级摄影片没关系，我自己买。哎，你们这些人要求很多哎，讨厌死了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看人家泡脚还在那边闲，真的是哈。期待明天打脸你。来吧，你排名了，大家。不让我去，我自己买，不让我自己抽，好任性哦，好任性。好了，吧，你排名了，大家。
今天的第十名是龙魂翔，哎，谢谢翔。第十名是第九名是玉人，谢谢玉人。第八名是 Echo， 谢谢 Echo。Echo， 第七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六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五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四名是田中豆粒王，谢谢田中。第三名是中银，谢谢中银。第二名是静，谢谢静。第一名是 Cody。燕姐要开水了，点击领取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Cody。谢谢 Cody， 感恩 Cody。辛苦了大家。辛苦啦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陪我聊天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啦，早点休息，奶奶奶奶探吉，奶奶奶奶阿哲，奶奶听，奶奶 Echo Echo， 奶奶静，奶奶田中，奶奶巫婆，奶奶 Cody， 奶奶古早味，奶奶学名，奶奶头猫，奶奶原来，奶奶黄鱼，奶奶阿北，奶奶明酒，奶奶原来，奶奶大健，奶奶志伟哥，奶奶口，奶奶瑞瑞，生日快乐！奶奶玉，奶奶花眼战士，奶奶阿凯，奶奶萝莉，奶奶钟颖，奶奶玉人，奶奶奶奶，奶奶阿烂，乌麦，奶奶乌麦，奶奶原来，奶奶奶奶柠檬，奶奶瑞瑞，奶奶原来，奶奶静，奶奶奶奶。板条好久没吃哦，板条客家板条，大家拜拜。